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为你播报12月15号礼拜五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狮子座，在今天呢是大钱小钱，投资非常的精准，是进财不断的好日子。巨蟹座朋友呢也要恭喜你，是深受长官的信任，职场呢获得贵人支持，感情也和谐。天秤座朋友呢，今天的是心情非常的愉快，适合约会，感情稳定。那么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牡羊座的朋友，个性比较幼稚哦，小心呢被上司警告。天蝎座朋友呢，今天则是个性比较固执哦，感觉呢职场被人排挤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你使用，火象星座请用蓝色数字7，土象星座请用银色数字2，风象星座请用金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用红色数字8。